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还会有一首歌曲呢，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，是哪一首歌？还有一首《天南地北唱中华》，也是我们2018入选中宣部中国梦的一首歌曲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。好，谢谢。在我们天津卫视啊歌唱祖国的特别节目中呢，能够听到涂雅这么多好听的歌声，也非常的开心，谢谢。也特别希望呢，我们共同的来祝愿我们的新中国越来越好，祝愿我们的祖国能够呢越来越强大，繁荣昌盛。是的，是的，再次谢谢吴兰涂雅。